一把刀保护三藏睡得好。我有一把刀斩尽山中草，我有三把刀铲除世间不平事。没有本命又能够聚集修行者的力量，这或许是你书院计划里面最重要的。但我是天的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影响我的意志。这是书院算天的最重要环节，也是最后的一步。宁缺却在昊天的神威之下受到了千刀万剐，就连他入天三分的作案工具都被无情的没收。书院虽然精准地算到一些变化，但是最后的这场天人交战，宁缺却是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。就在柳白拔剑战天之时，宁缺不但抢了掌教熊出没的天启，还趁机利用昊天的神力秒杀了全场昊天信徒。这场天启不但让宁缺确定天女就是桑桑，还与他又重建了互为本命的关系。这道再也斩不断的尘缘让桑桑感到非常的愤怒，于是他决定降下神威，要消灭掉曾经所有与桑桑有关的人，斩掉这些所谓的尘缘。首先就是要从皮皮开始，无数的昊天神辉从桑桑体内迸发，燃烧，炽烈的神辉降落在白石祭坛之上，焚烧着皮皮的全身骨骼经脉，要让他饱受神辉的灼烧而死。就在众人无奈地望着皮皮就要被烤至三分熟之时，一道响彻天地的雷鸣过后，天空出现了一轮明月。突然天空降下极为猛烈的暴雨，无尽的炽烈神辉受到了暴雨的冲刷，顿时就被迅速冲淡直至消失。皮皮开心地望着空中那轮明月，知道这是自己的老师夫子显圣。夫子虽然化身为月，但是他老人家依然守护着人间。谢老师，谢老师，我是这该死的月。我告诉你，你是不会赢的，因为人间也有人间的底蕴。就在风萧雨停之时，宁缺再也不忍叶红鱼，继续沉浸于道门，决定向他告知曾经被侵犯的真相。叶红鱼，离开西陵了。你休要动摇我的道心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一直想知道的秘密，那个人是熊出没。接下来宁缺就是要去实施书院计划中最为重要的环节，就是要将昊天留在人间，要将桑桑带回家。宁缺冲到光明神殿深处，看到了露台上的一名身着白衣的少女。原来你在这儿，你确实变了很多，变高了，变白了，但我知道你就是桑桑。这里只有天女，没有桑桑。宁缺看着露台上的女子和过去的桑桑没有任何相像的地方，但是他知道她就是桑桑，不是因为有着一种玄妙的感觉，而是宁缺有着肯定的感知，明明她就是桑桑，看着却不是桑桑，这让宁缺忽然伤感起来。大概是因为他从此再也看不到原来的那个黑黑瘦削的桑桑。宁缺走到他的身后，伸手想要抚摸他，岂料他的手掌却被一道锐利的神辉弹开，而且原来的那个桑桑却被电视剧改编成了一个灵体，只是代表着他还有着原来的记忆。果然天人相隔。桑桑的世界是由最基本的规则构成，也包括空间的规则，只要他不允许，那便没人能够进入他的世界。宁缺虽然站得离他很近，却是与他隔得很远。世间每一次死亡都是久别重逢，只要你臣服于我，那么死后自然和我永远在一起。我要你解除这段肮脏的本命关系。你发现自己无法斩断这段尘缘，所以你希望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做，但是我永远不会。在昊天的教义中，信徒的死亡便是回归，这也便是所谓的久别重逢。如果宁缺愿意臣服他，自然是在死后才能和他永远在一起，但是宁缺想要的却不是臣服，而是同生共死平等的存在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你是一个很怕死的人，哪怕会被我杀死也不愿意臣服于我。事实上我不认为你会杀我，所以我才有了站在你面前的勇气。我为什么不会杀了你？因为你是我的本命，我死你也会死。